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皮肤。先来看一下啊，这个要怎么做？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好像也不错哎，好像还行。要往上，那就这样了，就简单的就定稿了。可以，把头发扎在这里。先来扎一个头发，明天要洗头了。来看一下啊。那新皮肤就做好了，快给它取个名字吧。